主料，牛油果一个，黄金奇异果一个，香蕉一根，橙一个，黄瓜一根。辅料，低脂沙拉酱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先把牛油果切开，去壳去核切成小块，黄金奇异果去皮切成薄片，香蕉去皮也切成片，黄瓜洗干净切成片，橙薄皮分半备用。所以材料准备好之后，分别把黄瓜、橙放入沙拉搅拌容器内，舀好还有切好的牛油果、黄金奇异果，还有切好的香蕉，最后挤上低脂沙拉酱，搅拌均匀，再盛入沙拉碗里即可信用。烹饪技巧：不喜欢用沙拉酱的，也可以放橄榄油或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